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《佛法概论》第十八章，在第235页。那么第二行，这里讲到说，佛法的离欲不是拒绝，好，不是拒绝这些，是净化自心而适当的，合于社会情况。好，那当然一下子读这样子读呢，有点不容易理解哈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关键，就是净化自心，净化自心。那么外道来讲的话呢，它少了这个部分啊。那么它是透过守护根门，远离五欲啊。守护根门就是说，哎，好像把自己的这些管道先怎样，把它堵住啊。那因为它少了内心的净化的，好，等于是没有先往内心的净化再来处理外在的，而直接去处理外在，那是不一样的哈。那之所以不一样呢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，在佛陀时代，又是佛陀的晚年啊，好，佛陀的堂兄弟啊，那么提婆达多曾经对佛陀所重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佛陀，你这个年纪大了，老了，啊，还要带领这么大的僧团，那么你不如交给我来吧。哦，佛陀就说，哎，非我舍身啊，是法舍身，有没有？哦，佛陀因为说，哎，这个又不是我在带领，啊，是法，是透过佛法才聚这么多啊，聚众聚这么多僧团，是不是透过法而聚集在一起的？啊，既然不是我在设身，我又如何把僧团交给你呢？如果是我设身的话，那我才能够交给你。既然不是我是法的话，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把僧团交给你啊？啊，那提婆达多听了就很生气哦。啊，因为在佛陀晚年，其实也就是说提婆达多呢，就是有所谓破僧的这个事件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提婆达多他得不到他所想要的僧团哈，去操纵僧团或者去指挥僧团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啊，那么他就这个公布了所谓的五法啊，就是修行啊，就说，哎，我这里我也要建立一个僧团，我这边所建立的僧团呢。啊，我所制定的这个戒律呢，是怎么制定呢？他就说，常起食，哦，就是说一定要用起食的方法，不可以去受请食。这规定的很清楚哈，只能起食，不能接受什么请食。哦，只能穿粪扫衣，不能受什么施主衣。这个是不是也其实也是他一个离欲的一个方法，哦，但是呢他规定的会怎样，是不是比较严苛一些，哦，还有呢常露坐或者树下坐，不能去接受什么住在房屋里面的，哦，还有呢他不食酥盐，不食鱼肉，哦，那么他所定的五法呢，跟佛陀的比较起来哈，佛陀怎么制定呢？佛陀当然也说常起食，但是如果是哈，啊，比方国王或者某某发心的居士，他想要供养的时候，能不能受请食啊？可以哦，啊，是可以受请食的，啊，虽然佛陀也制定穿粪扫衣。哦，那佛陀呢，是不是也接受过国王供养什么金缕衣耶？哦，也接受啊，哦，佛陀也是说要常露坐，但是佛陀有没有接受比方我们说，哎，奇树几孤独园，有没有，哎，那个是不是也接受了精舍啊，奇园精舍是不是也在房子里头住啊，哦，那佛陀呢其实制定的是三禁肉，啊，并不是说啊一定不能吃酥盐或者不吃，啊，鱼肉，就变成说
因为佛陀所制定要去托钵，托到什么吃什么，但是一定要三净肉，哦，就是不闻杀，不见杀，不为我杀。那请问，同样这样子的一个制定，跟佛陀制定哪一个比较有修啊？啊，从现象上，当我们听到佛陀，一定觉得哎，佛陀的比较对吧？不过我们个人想一想，这个看起来是比较严苛的，好像比较有修的样子。佛陀他是不是比较怎样？还要随顺因缘，有没有？随顺因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佛陀所说的法里头，是不是那个因缘法是很核心的部分啊？哦，其实是很核心的部分哦。哦，所以在我们第235页哈，第五行，世尊的生活不但是粪扫衣，也有名贵的金缕衣；不但是粗食，也有百味食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一定去乞食，哦，他也可以啊，哦，这个请食。哦，一旦有人供养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可能百味食啊？哦，不但树下坐，因为佛陀他们也经常哎走到哪里就。哦，就住到哪里，不一定有房子，是不是就是在露天坐下来，或者就在树下坐，或者就在冢边坐，坟墓旁边哈，哦。所以呢，佛陀也是，哦，不但树下坐，也住什么高楼重阁，有没有？哦，不但独住森林山林，也常跟四众怎样共住。佛陀虽然如此，还是被称为少欲之足，哎，无事即静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随顺因缘的关系。佛陀并不是想要金缕衣，或想要受人家请食，或想要住高楼重阁，没有。但是有时候福报现前了，是吧？那佛陀就随缘纳受，免得去坏了人家护持的心啊。哦，怕去坏了，去等于是护念人家的善根因缘呢，这样能理解吗？那没有这样的因缘，佛陀也从来不会去追逐，所以也确实是少欲知足，而且无事即静，不是刻意去追求来的，只不过随缘的接受。哦，所以这里就讲到，可见问题在内心，不系恋于环境，不追逐于尘欲啊，那才是真正的随缘适量的享用，而无不是少欲知足，有没有？哎，随缘适量的享用是可以的，随缘嘛，随顺因缘，哎，一旦有这样的因缘，佛陀还是欣然接受，但不会去贪着说，哦，穿了金缕衣以后太舒服了，我就非金缕衣不可，那这样就不对了，对吧？哦，穿穿佛陀可能也随缘就又送给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都是可能的，因为佛陀并不染着在这上面，主要是不染着。哦，不去系恋于环境啊，其实不是不系恋于环境。那提婆达多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呢？他所要彰显的是我这个僧团。是很严格的，是不可以违反上面的大原则。哦，让人家觉得，嗯，这个团体好像比较刻苦耐劳的样子。纵然要请他，他也说不行，我们不接受。哦，要送他什么衣物，他们也说不可以，我们不能接受。哎，其实一时之间呢，也很多的僧人往那里跑，哎。也往提婆达多，哦，那边跑，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破僧哦，哦，因为那个也会吸引人哎，从外向上看，是不是还蛮吸引人啊？当然，我们透过慧学的熏习哈，我们比较能思辨的时候，我们倒不一定觉得说哦，我这样子就叫做比较有修。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慧学的熏习的话，大家是比较容易重外向啊。会觉得好像这样子的纪律比较严明，比较严格，就会觉得比较
有修，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苦恨是很有修，有没有？啊，会不会觉得好像苦恨很有修？问题是，以佛法来说的话呢，佛陀是不是也有6年的苦恨啊？之后佛陀还是放弃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能不能解脱是智慧的问题，不是把身体苦到极限之后，我们的智慧就开了，不是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还是智慧是重要的？所以为什么要讲戒定慧？慧是不是关键啊？当然它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必须有戒有定还有加慧，这样理解吗？哦，所以所谓的慧的最核心是不是还是随顺因缘呢？哦，所以我们说，哎，纵然是菩萨，那么经常在大众间，在人间里头，啊，这个游走，一般我们也会觉得，哎，这样的人好像看起来好像比较没修，跟一个躲在山上苦修，哪一个觉得比较有修啊？好像躲起来苦修的人比较有修，哦，其实不尽然，哦，其实是不尽然的哦。关键会是什么？内心。哦，当然我们说这个菩萨纵然是在人间里头游走，但是呢却不能去，哦，这个细练啊，对不对？不能细练在那个人间里头，哦，他不过只是随缘尽分的去怎样把佛法能够传播出去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在山上修行也不是说他一定没有修，他如果能够在慧学上用功，那是不是还是有修的？其实还是有修的 哦。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嘛，哈，倒数第五行说，反之如果贪欲炽盛，即便他是远离了人间，初一恶时也算不得少欲哦。这样理解吗？不是外向的问题，哦，不是外向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如果没有经过净化，哦，这个清净自心的话，那不是说这个躲起来，哦，就是、哦，不能只有看外向了，哦，不能只有看外向，哦，所以这里说贪欲炽盛的话，就算他远离人间，初一恶时也算不得少欲知足之人哦。哦，算不得他是少欲的，是离欲的。哦，所以纵然在人间当中，哦，尤其是菩萨，难免福报大一点。哦，但是呢，菩萨要能够不怎样，不染着，哦，不细练在物欲上面。对不对？菩萨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少欲知足啊？无事即静啊，也算得上哦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在我们的第三行下面，杂阿含讲到有所谓的三断，衣食断食。虽然我们啊，就说在世间，在社会里头啊，人类本来就有眼等五根，不能不去受用五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色受想色身香味触的这些境，但是要能够衣食断食，是三断当中的一断。衣则会食者，但是当断会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们是不得不依着食物来滋生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的生命无法怎样能维持。那所谓的断食断慧食呢，就是我们不去贪染，不去爱着，哦，就像佛陀虽然也穿金缕衣，也食百味，哦，也住高楼重阁，但是佛陀，哦，是完全不会去贪染，所以也一样，哦，虽然他不是只有住在山林，他也在热闹的地区跟四众共住在一起，却也一样是少欲知足，无事寂静哦。这样呢，啊，
好，所以这三段、就是衣食断食、衣会食者当断会食，衣于慢者呢当断骄慢，衣于爱者呢当断、当断爱欲。也就是说我们难免会依在这上头，但是我们所要学习是不是 要能够怎样不起贪着，要不起贪着、那么在中阿含里头、漏尽经里也讲到有所谓的七断、也就是说所谓的有漏、这七断呢就是说我们的有漏要如何的去断、第一个要从什么，从见来断，透过正见是不是也可以去断有漏啊？从正见，还有呢从护断，这个护就是、守护根门、我们要善用根门，但是也要守护根门，不但是不是去怎样，不是 去阻断根门呢、还有呢从离、见到各种现象呢我们要能够去离相，从用呢就是这里讲到滋生的部分，我们 要用这些物质来滋生，但是我们要怎样在这些滋生上面，要这所谓的断就是不去贪染、不贪染就有机会断，贪染是不是就难断了、还有呢从忍断、这个忍包括了所谓的忍辱的忍，还有呢对法的确认、所以我们说有安受苦忍，有耐怨害忍，还有什么地察法忍、也从除断，这个除就是除欲、对欲望 的去除，还有呢从思维，从思维来断有漏。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有漏是有杂染的意思，为什么会有杂染？因为有执着嘛。那如何断？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断执着啊？其实就是断执着。我们生活在世间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，我们不能不去用。是不能不去用，但是不能去贪着，不能去增长我们的什么执着了。我们只能随缘的去用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不就是教我们要怎样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有没有、因为有所住就会有所漏，有所着是不是就会有所漏啊，就会有所杂染、这个漏就是从杂染来耶、那这个杂染就是从我们的执着来，所以 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的清净。所谓的内心清净就是要降低我们的执着，这样能理解吗、所以这个是讲到因为这个、所谓的修定、难免跟离欲会结合在一起，也要透过离欲其实才能够修定，如果我们不懂得离欲的话其实是无法修定的、纵然修定 也修成邪定哦、也会修成邪定的、那在离欲的这个方式来说的话，以佛教、当然其他的宗教也有修定，它也离欲，只不过它少了一个什么对内心的这份清净，净化内心、的这份净化，其实也等于说 是放下、我们这个非常深沉的这种具生我执法执，乃至于在分别我执法执的这部分，是不是也要能够怎样能够调伏、要能够慢慢的降低我们的具生我执，应该说要降低我们的分别我执法执、能调伏我们的什么具生我执法执、就是说让我们的那个执着的心、要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去贪染，但我们难免还是会贪染，但是起码我们自己、要有那种警觉的能力，告诉自己不要贪染。但告诉自己不要贪染不是我们立刻就不贪染，起码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觉知的能力、
哦，而不是一直沉沦在这个当中，哦，净化自心，而适当的来合于社会的状况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社会里头，哦，好，所以呢，在离欲啊，这个跟离欲有关系的，那么也这里也常讲到说，哈，女人为男人的借构，同时男人也为女人的借构，啊，这也是导师很平等的心哈。大部分啊，以过去大概都是觉得女人会是男人的借构，很少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借构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说在古代的社会本来就是重男轻女，而且啊，这个比较掌握权力的人大概都是男众为主，所以经常的在鄙视女众啊，当然有社会的因缘了哈。好，那这些借构其实是什么？是内心的情欲问题，倒不是外向的男向女向的问题耶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也讲到泛淫戒也不像这个理学者那么重视肉体的贞操，哦，因为那个都比较属于外向上面的，哦，所以有比丘因为淫欲的心很重，将生殖器割去了，佛陀还呵责他说，当断的贪欲不断，不该断的反而倒断了，这是不对的，不是外向上的问题，是不是内心的问题才是重要的。哦，然而人类生而有男女，跟淫欲不是生死根本。人生来就有，哦，男女根的差别嘛，哦，那么而造成了所谓的淫欲的心，但是淫欲不是生死的根本。哦，这个也是导师，哦，非常清楚的点出，那什么是生死的根本啊？其实是第七意识啊的杂染，第七意识的杂染没有解除的话，是我们都会再生。第七意识哈，我见贪吃，我见慢相随，四个根本烦恼，第七意识才是生死的根本。也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杂染，所以我们那种数世节以来的自私的习性特别的强烈，哦，而且呢，我们说只要有第七意识的存在，哦，是没有去调，没有去扶住它。像四果奥罗汉为什么能够不受后有，是因为用定去怎样去扶住它嘛？那还要到那菩萨道呢，也要到七地圆满以后才真正的怎样无声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所谓的无声呢，是跳出了分段生死声。其实他还有什么更深细的异声声呢？他还有变异生死声呢。也就是说，杂染会啊，杂染会是生死的根本。其实杂染才是生死的根本。第七意识，其实第七是没解决。没有解决到分段生死身，也就是他还是会有父精母血结合，再来生出我们的什么下一辈子的色身。哦，但是我们说，哎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呢，他会有，哦，虽然他的第七意识已经转染成净，但是他的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有过去曾经杂染过的种子，那这些种子其实也提供了他随处祈求随处现的这个，哦，所谓的变异生死身，也就是所谓的分身无数亿的这种分身，哦，是因为它还能够跟什么众生相应，也是要有点点杂染才能相应，也才能够随时现前的。哦，所以我们说生死的根本并不是淫欲，但是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杂染，哦，所以会造成所谓分段生死身。分段生死身一定是透过什么？透过父母，透过父母，男女才会生出我们的什么下一辈子的色身嘛？
哦，所以这些反而是在后头，哦，比较在后面的，那它的最大的根本其实还是在第七意识的杂染问题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佛法的出家众为什么要严格禁绝？哦，不像对于衣食自身的相对的这种节制，而是要严格的拒绝。哦，可以说，因为衣食它是无情的，哦，虽然跟社会有关系，但是比较容易自由的控制。但是男女的牵制，戏服的力量非常的强烈，哦，而且在男女相互占有的社会结构当中，苦痛是无法避免，而且也会时事障道的因素，哦，所以适应当时候的出家制度，哦，所以彻底戒绝男女的淫欲，哦，因为它所牵涉的，哦，比较广一些，哦，而且跟我们的造作业力是有关系，哦，并且很重要的是因为它是障道的因缘，哦，所以呢像哦，老师也讲到，如果像北俱泸州啊，哦，它比较不会有这个男女衣食的问题，哦，所以导师曾经也赞叹过，哦，那在佛法概论里头也因为这样子而被怎样列为禁书，有没有，哦，在早期来说，哦，因为它会有那种共产 的思想的产生，哦，其实导师写这个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导师从来 不去牵涉这些，哦，但是呢还是会被误解，哦，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大圣净土当中有菩萨僧而没有出家众，哦，等于菩萨与僧来讲的话呢其实是融然一体的事情，并不是有出家在家的差别，哦，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哈，算是这段哈，等于说不是外向上面的问题，哎，那么其实还是内心净化的问题，内心的净化哈。好，所以以上这个是属于禅哈，因为修禅的话，禅定呢它是必须离欲的哈，而有关的一些。那其实我们所谓的禅定也有观慧的这个部分哈，观慧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在定跟止它是相当的，观跟慧是相当的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在止息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共外道的，光是修定也是共外道，也因为慧而不同，也因为观而不同，哦，佛教的禅定，哦，尤其在观在慧的方面是不共于其他宗教的。那有基本的，哦，前面也讲到厌此心彼的六行观，哦，或者四无色界的这种唯心观，哦，因为到无色界天来讲的话呢，因为它无色，所以几乎只剩下心，所以唯心观反而在 四无色界、哦，得到更大的一个发展，哦，还有所谓的不净观啊、九想观，种种都可以从定当中去学习，也可以修持来得定的，但是这个不一定能解脱，哦，不一定能解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是少了慧啊。所以能不能解脱的关键在慧，不是在定，但是必须有定去辅助才能够验证，哦，所以呢佛法常说是依定发慧，但是所依的定不一定是极深的定，哦，只多少能够集中精神就可以了，哦，尤其我们说，哎，大圣的这个菩萨道来讲的话，哦，也是说这个不入 深定有没有不断细惑，哦，因为入了深定断了细惑就很可能就变成什么，就进入解脱道去了，哦，反而容易进入解脱道，哦，所以呢老师也 不很赞成，哦，就说在修定方面呢不一定要是极深的，哦，所以不
不得根本定，或者还这个所谓的味道定，只要一念相应啊，电光预定呢，都还可以去引发胜意会，或者离烦恼而得解脱，就如同会解脱菩萨，会解脱的这个阿罗汉，其实透过会就可以解脱啊。那当然再加上定呢，它叫做具解脱啊，它是可以去验证，而且它可以真的可以不受后有啊。但是所谓的会解脱阿罗汉呢，他可以不得禅定，但是对生死的解脱已经可以切实的做到。哦，所以这所谓的会解脱，其实也等于是净化内心嘛。哦，其实也是这种净化内心哦。好，哦，可以切实做到对生死的解脱。哦，不然这里也讲到嘛，定心越深的话呢，就越容易陶醉在深定的内乐当中，哦，那么也会越来越对佛法的不相应，哦，因为佛法的相应还是要透过慧，不是透过定，哦，定会有定的喜乐，哦，那因为定而升到最高或顶好的世界也是不能解脱的，哦，就是说就算我们说在欲界里头，到了欲界天，这个都还很低的天，到了色界天高一些，到了无色界天是不是已经很高了，哦，但是越高的话，说实在呢，其实也没办法解脱。为什么无法解脱？因为还是第七意识的杂染没解除，哦，第七意识的杂染没解除，其实对生死还是无法解脱的，反而会成为八难之一啊。哦，所谓的八难呢，就是如果生在无想天呢，啊，所谓的八难在三恶道，哦，在三恶道的是怎样？是没有机会，哦，是没有机会学佛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生在无想天里头，哦，这种比较深的定，其实有时候也会阻碍，哦，还有呢，就是属于这个根的不具足，或者生错了时间，生错了空间，这个都会形成所谓的八难。哦，那所以呢，佛法修定而不重定是毫无疑问的。佛法当然要修定，但是呢，不尽然完全那么样子的重视定。但是其实外道反而更重视定，是因为外道，所谓的外道就是佛教之外了哈的。其他的宗教其实都不大理得开所谓的神教。那所谓的神教呢，都会把理想放在哪里啊？放在天界。好，哦，那一旦要理想放在天界的话，除非是欲界天不需要修定，色界无色界天是不是都要修定啊？其他都需要修定的，他们反而更重定啊。所以其实佛法修定而不重定啊。好，哦，那是毫无疑问，偏于禅定的话呢，那么也必然厌离沉静而陶醉于内心呢，啊，因为修定也有修定的那份哈，啊，内心的那种喜乐的感受，久而久之呢，生活就容易怎样忽略世间的现实生活，思想呢也会容易落入神我型的这种唯心论据。因为他比较会生活，啊，因为在禅定里头，因为重那个心的沉静，那一旦在那样子的一个境界当中，其实呢会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会脱节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哎，修定如果修得不好，修得不正确的话，比不修还惨，哎，有时候很难换回来，哎，很难从那个，因为他容易落到他的那种哈，哦，禅定的那种境界，那个都还谈不上什么入定，哎，就已经有超常的一些经验的现前，所以他反而会跟现实生活容易脱节，就会修得怪里怪气的，啊，哦，讲不上，哦，而且会觉得哎，跟无法正常生活，哎，很难脚踏实地，他就一直想要飞天转地的，哎，就是而且会有很多的幻想，哎，这方面，哦，真的是很麻烦的，哦，那其实佛法是缘起论，有没有？佛法很重要的是什么？缘起论，因缘法，它是不是缘起论的，而且是从现实经验的友情来着手的，哎，
哦，佛法的可贵也是这样子啊，佛法也在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哦，啊，而且立足于心色依存的缘起论，有自他和乐的生智，啊，这不是倾向独善为心者的境界呢。哦，意思也就是说，所谓的缘起论，从有情众生来讲，心色结合，依存。哦，就像我们说，哎，在十二因缘法里面讲到事来投胎之后，是不是有名色啊？哎，名色也等于是心色依存的状态，所以它这个色物质才会慢慢的长大，哦，才会有所谓的六入嘛，哦。那等到这个处，也就是出胎了以后，出胎了以后是不是就跟其他的有情众生有所接触了？哦，那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哦，我们也讲过，哦，导师也讲嘛，这种自他和乐是不是也很重要？还有呢，就是内心的净化，自净其心。哦，对外要自他和乐，对内要怎样自净其心？哦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智，所以并不是倾向于独善为心者的境界，佛法并不是要这样的。哦，佛法呢，佛陀还是鼓励人与人之间是不是要能够和乐相处啊，并不是说啊，一定要人一定要离群所居去，佛陀也不这么鼓励。哎，哦，当时佛陀时代那个大迦摄尊者有没有，因为他修头陀恒，所以他都离僧团另外去住，佛陀是不是也都经常叫他，哦，请他回到僧团，回到僧团，哦，只是大迦摄他不愿意回僧团。哎，所以佛陀还是很注重怎样自他和乐，哦，所以才立出所谓的什么六合敬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在自他和乐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我们内心的变化，有时候也因为摆不平，所以我们都自他就不和乐，是不是？摆平得了自己呢，我们才有办法怎样自他和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并不是要我们离群所居去，其实还是透过净化内心，哦，然后呢来面对现实，透过净化之后的面对现实，那么就是要有智慧跟什么慈悲的心嘛，哦，净化内心也是一种智慧啊，哦，那要去能够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其实也要透过我们的慈悲心哦，哦，也才能够怎样自他和乐，哦，也才能够自他和乐，哦，所以以后期佛法的唯心论，哦，因为到后期其实会跟，哦，那个尤其唯心论啊，真常唯心系，其实也会跟这个瑜伽系啊，也就是唯识系去做结合。所以为什么导师会把真常唯心系放到最后，也因为真常唯心系他用了很多唯识系的理论，哦，去摄取了一些理论过来变成他的，哦，这个真常唯心系的那个理论基础，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解不解之缘呢，哦，所以当然这个也有其他发展的一个必然性啊，哈，所以因顺导师啊，在晚年的时候其实也写了一小本叫做修心修定的哈，也专门在谈什么谈这个心的问题，哦，才发现说哦，其实还是会有那个唯心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哈，这个当然也是我们术士的这个习性问题了，啊，那但是呢，一旦修定的时候，跟心去做很直接的接触的时候，往往也因为去跟现实生活去脱离的关系之后，其实也会落到唯心论里面来哦，哦。好，那以禅定来说的话，要远离物欲与男女欲，哦，但是不知道其实光是定静也有同样的，哎呀，也同样是一种贪欲，有的人也很，哦，也很执着停留在那种禅定的那种喜乐当中的，哦，所以说定静其实它同样也会是一种贪欲，哦，那《中阿含经》里面也讲到五欲，
那么主要是物质的占有欲、哦、一谈到色，这里的色是在讲男女互相占有的这个淫欲，一谈到所谓的觉、哦、是四禅定 的定、哦、的这种相应受、啊、也就是 在这部经、哦、中韩的这个苦印经里面，那么也是一一的在说明禅定的一些味着过患与处理、哦、也是有所执着的这个部分、哦、在法位上有所执着，那也会形成所谓的过患、哦、还有呢如何的处理的、哦、所以呢以禅定来讲的话，虽然以离物欲及性欲为主，却不知道禅定也还是无明贪欲的产物呢。哦，导师真的也讲得很透彻嘞，哦，并不是说哎，光是禅定本来啊、哦、也是修学的一个必要的过程，但是如果是用的不对的时候就很麻烦。哦，用的不对的话呢，其实它也会是无明贪欲的产物，是因为我们如果在慧学上不清楚的时候，哦，那难免我们还是会执着在这上头。执着在这里面、哦、所以对于专谈受用的学者、哦、是要怎样来适当的来教授来教导这样子的一个禅定呢，那就会变成是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、啊哦、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、哦、这个也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贪着里头去啊。好、哦好，所以呢在定、啊、因为定呢跟离欲是有关的、啊、那之外呢就是跟神通、啊、跟神通也会有关系、啊、所以呢佛教的圣者会有所谓的会解脱阿罗汉、啊、虽然他也是就近的解脱，但是还没有神通、啊、但是呢反过来外道也有在根本定上就可以获得神通的啊，比方有神足通、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的这五通啊，其实是透过禅定所引发啊。那这也是常人所不能啊，平常很难去感受到的一种超常的经验啊。那这种超常经验到底会神奇到什么程度啊？说实在，这个也要去长寿了，自然会晓得。但是呢。总之、啊、因为导师这里讲到说精神集中的禅师、啊、身心能够有某些超常经验，这是不成问题。为什么会不成问题、啊、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怎样精神不集中，所以那个叫做平常的经验，一旦集中那就超常、啊、我们平常的经验都是怎样精神不集中嘛。哦、那所谓精神的不集中呢，就很像我们说烧开水，虽然烧烧烧，但是它的盖子没 盖起来、哦、它也是会滚，但是它的力量不大。所谓的精神集中就是怎样，它是密闭的、哦、就像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二三十年前这个快锅不是很恐怖，有没有煮得很快，因为它怎样密闭，所以它可以熟得很快、哦、那我们那时候也觉得很神奇啊。但是它是不是经常的会怎样会爆炸、欸、因为力量太大了，因为它密闭起来的时候的状态，它的那个力量是不是大得不得了。所以所谓超常经验 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它到底密闭或不密闭，本来不密闭我们叫做平常的经验，那密闭起来就变成超常的经验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哦、但是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禅修倒不是要那种超常的那股力量，不是、哦、因为佛法修禅定一直要跟慧去做结合、哦、是跟慧做结合，是要去验证慧、哦、是让我们 所理解的慧，一方面从很粗浅的有机会变得比较细而稳定。我们本来粗浅会怎样如风中残烛吗？哦、那如果能够，尤其我们说、哎、超凡入圣，这个是不是也要透过验证啊？透过验证就如同见到的 那道曙光，
不再任何的怀疑嘛，所以那个叫做离惑正真，有没有？哎，那个是需要有定，但是不是那个时候才有定，是不是平常我们就要跟定去做结合？哦，所以呢，以佛法所谓的跟定做结合呢，它比较不去重视那些超常的经验，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在那股力量，不是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也就讲嘛，哈，这不是佛法的特色，也不能获得正觉的解脱，这个是外道所共有的。属于外道共有的，就不是我们学佛者应该去学的。如果既然要学那个，那干脆就去外道学，还可能学得更道地一点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要有什么超常经验啊这类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以古代宗教的这种神秘传说啊，还有人呢，也利用这些秘密现象呢，来号召人民来做军事的叛变，这也都是事实啊。也都曾经有过的。那佛法它所重视的其实是什么？漏尽通，倒不是前面的五通。前面的五通是不是都通共所有的外道修定会有这五通？但是唯有佛法它所重的是什么？漏尽通。所谓的漏尽通，就是自觉烦恼的清净。其实还是从智慧去下手的，因为所谓的智慧是光明的，烦恼是无明，有没有？哦，如果我们能够点燃光明，是不是无明自然消散啊？对不对？慧日一旦升起的时候，哦，黎明是不是会打破黑暗啊？黑暗它不能说是具有自信说我不走，我还是要跟你一样存在，有没有可能啊？不可能，因为它是自然消散的，对不对？一旦光明出现的话，无明是不是自然消失？所以呢，佛法当中呢，其实是透过慧学，透过慧来对治我们的无明烦恼嘛。好，而且是要能够自觉的，不是不知不觉的。好，甚至呢，这个好是应该要能够自觉乃至于自证的。好，要能够让我们的烦恼能够消除，能够获得清净啊！好，所以佛弟子能够深入禅定，就会有这五通。那么佛陀也不许他们用这五通来传播佛法，更不容许利用来怎样招摇名利啊，不能嫌疑惑众的嘞。啊，那么除非特殊的状况，是不可以怎样随便表现。如果有虚伪报道，也为佛法的大妄语戒。这是要勒令逐出僧团的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，哦，这是非常严重的哦。所谓的神通，对于社会、对于自己的危险性，唯有世尊才能深刻理会得到啊。哦，那么以神秘来号召传播佛法的话，真是我佛罪人啊！哦，就是说，其实佛陀从来不用神通。啊，除非非常特殊的状况，比方我们说，哎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为了要度化三迦舍，因为三迦舍他本来就是外道啊，要从外道度进来，因为他们本来也有一些神通，所以佛陀也不得不用一些神通跟他稍微比划比划啊。特殊的状况，那就要看因缘，有必要才用，平常是不用的啊。佛陀有没有神通啊？当然有，但是佛陀不会是用显神通的方法来教导我们。佛陀是不是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合情合理和如法的生活方式啊？啊，是要认清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才是。啊，所以呢，神通呢，对社会、对自己呢，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。因为一旦讲到神通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务实。就很想一步登天，最好能够点石成金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很难很踏实的生活，就不愿意一步一脚印来。但是在修行上，是不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累积，是积沙成塔，哦，是一步一脚印的事情呢？哦，但是一旦是神通的时候呢，那么其实会乱了，哦，会乱了我们的价值观，会乱了我们的生活，乃至乱了我们的对生命的理解。样样我们都想要求神通，那就是，哦，反而是，哦，反而不是佛教的
哦，不是佛陀所要教我们的，是佛陀所怎样唾弃的方法。所以定呢，千万不要跟神通去 做结合，哦，这是有危险性的，哦，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。阿弥陀佛。